不要到这里了，想住自己住啊。妈真香，哎呀。哎呦我的妈。他还没有发现我放了辣椒。他一口气吃那么多鸡蛋，真厉害。辣椒的效果出来了。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妈真香，哎呀。
哎呦我的妈！就是要你看着我吃。妈真香，哎呀。这就到了。有人。自己做自己吃的第三十一天，他肯定等下要抢着吃。这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哎，你别吃这个肉了，你看你都长什么样了？就这个，哇，都是点青菜，这怎么放？有人。这个吃独食的毛病就是改不掉，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，真的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嗯，再来一口。啊，太爽了！简直豆心凉啊！让你吃，等下有你好受。
看来他还没有吃到芥末。要想个办法让他吃猪脚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哎呦我的妈！他今天肯定又像昨天一样偷吃，整整他！贱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有人他肯定吃到芥末了。这什么味道这么臭，
有人。臭豆腐还挺好吃的。给钱，等自己去买。哎呦我的妈！原来他偷吃了那么多。